公子姑娘，今日是七夕，两位就是神仙一样的牛逼人，来到我们鹊桥之上，别忘了鹊桥。对，这是我们的传统，拿着面人去鹊桥上许愿可是很灵验的。好，帮我们念一下。哎，我来买，要两只，三只。可以。对，特别享受，没错。有人抢我山竹，早已经。